我觉得其实整个打完下来自己是非常开心也是非常激动的吧。今天整个比赛打得也很释放。其实在你刚刚跟我说这个之前我还不知道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其实自己在比赛前可能没有考虑这么多吧，只是想在主场拿下为中国队拿下这个冠军，所以特别是在主场作战的时候其实会更加自豪。我印象中是去年深圳的时候，也是想怎么说呢，感谢一下所有支持我的球迷，然后包括亲戚然后家人朋友这样。因为我们后面还会有几站公开赛，所以在训练和比赛之间我觉得其实是要做好调整的，而且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。